修行人常常讲放下吧，那你也会叫人家放下，轮到自己的时候看不破也放不下，但是别人发生的时候你就说放下吧，看破了放下了，轮到自己的时候统统提起来。关键在哪里？因为你不通达嘛，要真能通达，那你就能够看破啊，看破就能放下啊。问题是你看不破啊，你都是一直绕啊，所以看别人很清楚，看自己都掉进去了。